年大四读经济和金融，然后来参加这个游行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同志群体的一员，然后觉得也有义务吧发声。因为首先香港不像国外，它离内地比较近，地缘上很近，然后你的消息也可以传过去，而且我据我前面来看，应该来参加香港这个游行的还是有蛮多内地的组织的，就是北京、上海或者尤其是广东、广州、深圳的组织还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一个更开放的窗口吧。反歧视，来支持同志，来支持同志。即係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就話遊行其實搞咁多年就開始冇意義啦，即係都係一班人喺度行，即係又係圍內玩。咁但其實我哋主要都係想多啲即係直同志參與咯，即係想俾大家知道同志遊行唔係即係淨係 gay 啊或者咧先可以參加，即係其實你係直即係你異性戀嘅都好啦，即係都可以參加運動咯，即係你都可以表達你支持呢個即係平等嘅一個社會，即係發聲咯，為。